直播吧7月12日讯，中国足协公布了亚运会期间关于中超中甲 U23 球员上场政策的调整通知。一、每场仍至少要有一名首发 U23 球员。二、如俱乐部被征调 U23 国家队一人，则 U23 出场要求可以少于外援出场一人。三、如俱乐部被征调 U23 国家队两人或多于两人，则 U23 出场要求可以少于外援出场两人。四、外援出场要求不变。五、违者以弃权处理。如 U23 国家队在亚运会小组赛后回国，则该政策执行时间段为中超18到19轮，中甲19到20轮，足协杯第七轮第一场。如 U23 国家队在1/8决赛、1/4决赛后回国，则该政策执行时间段为中超18到20轮。中甲19到21轮，足协杯第七轮第一场。如 U23 国家队在决赛后回国，则该政策执行时间段为中超18到21轮，中甲19到22轮，足协杯第七轮第一场。参加集训但未入选20人最终名单的不算入选。亚运会备战和参赛期间不再接受因征调球员而提出的调整赛程请求。